陈情令演员戚培星被曝黑料，让其前女友怀孕却不负责任。陈情令这部电视剧是今年暑假档的一部受关注很多的剧，这部剧也带火了很多的小鲜肉，比如王一博、肖战、孟子义等。而剧中精灵的扮演者戚培星也是受到大家的关注。另外，因为戚培星在抖音和快手上也是很红，所以粉丝也是不少。而戚培星在演艺圈的好日子刚刚开始，就让前女友一棒打死。戚培星的前女友爆出了一个戚培星的大瓜，前女友称戚培星之前和他在一起，让前女友怀孕了却不负责任，而且还一点也不关心他。戚培星前女友还是自己是戚培星的第七任女朋友，还特意表示自己并没有要炒作自己，也没有想要火。现在对于这个消息，网友们也是半信半疑。